海战，我们开始放风筝吧。放风筝啊，好啊，我去给你弄线啊。来了，我来弄风筝了。放风筝啊？你会吗？这边我搞不明白。一风筝，咱三个大人放不起来风筝。这风筝需要跑起来的。不用，哥哥放风筝不用跑起来，一秒就给你放起来。哥哥要说大话了吗？来来，你像那我来，对，我来给你找地方。往后点，你把线拉开。我先等风来，我跟你一起。来来，风来了，风来了，张开张开，你往后跑两步，走走走，带起来。陈学冬，蔫儿了。哥哥放风筝不用跑起来，一秒就给你放起来。傻，你这真的一米都没飞出来。嘿，我咋记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呢？这个在海边。再来一把。你往这儿走，我往这儿走。你在这边，我在这边。先别乱。好，够了，放这么长。我从后面拎着吧。啊，我好紧张啊。三。二一，走撒手。可以啊，有点这样的。 OK， 飞起来了。好了， OK， 孩子开心了。别下来。拉放绳子，拉，他在钓鱼。哎呀妈呀！往后走，我往上面站，你别掉下来啊！哎呦，有哥哥们真的很拼命哎！有了。走，好家伙，加油！放绳子，别收啊！放绳子就掉了，跑起来呀！啥呀这是？你拿来，我再往高一点放。来，你咋不直接在天上放？要！不要下来，上去！哎呀！不就是没风，就是没风。我就不信。